哎，但是时光马先到嘛，飞仔，刚才出了一点点的 technical problem 啊，技术问题，所以突然暂停了啊。啊，英语课当然很多东西要分享啊，怎么可能短短几分钟呢？说得完呢，对不对？刚才说的视频，刚才之前那个视频呢是 part one 啊，那个视频呢是讲我中学的时候听那些流行的英语歌曲啊，pop songs，叫现在我们所说的 K-pop。Korean pop 啊，就 Korean pop songs，K-pop 嘛，对不对？现在又出现了 Chinese pop。以前呢啊，听流行歌曲啊，到了来到马来西亚艺术学院念美术系嘛，广告设计系的时候呢，就认识了一些人嘛，OK，受他们影响啊，听一些英伦风的啊，那些另一类啊乐队的那些英伦风歌曲的歌啊，英语歌啊。啊，之前刚才上个视频我有分享到那个哈，哇，这个厉害了，这个就是披头士的 Beatles 之后的哈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乐队啊，叫绿洲，大家应该有些人应该有听过绿洲 Oasis，OK，Oasis 有两兄弟，然后加两个人啊，四五个人组成的一个乐队啊，一支 band 乐队啊。他多数歌曲都是他哥哥作曲的，好像这个有点像 Beyond，你知道吗？对不对？Beyond 就是哥哥嘛，大哥哥黄家驹，通常说的歌曲都是他写的，曲词都是他写的。这个我也是就有点像啊，有点像 Beyond 啊，所有的词曲都是哥哥，那个哥哥叫做Liam Gallagher 啊，他的姓很奇怪，Gallagher。Liam 是那个弟弟主音，啊，对了，他哥哥，对了，他哥哥，你看他名字 N O E L，我们马来西亚人看到这个名字，一定念 Noel 嘛，对，Noelva 的 L 嘛，Noel 不是念 Noel，Noel 那个 E 呢是耳朵的耳音啊，耳朵的耳音啊，E L 就偶然的偶啊，是 Noel。Noel Gallagher，我希望没有念错他名字啊，Gallagher 很奇怪的一个姓啊，就这一对了啊，这一支乐队啊，叫做 Oasis，哇，很多歌，尤其是他的那一首啊，Wonderwall，OK，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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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厉害，哇，太好听了，还有很多 Don't look back in anger，很多人翻唱的哈。这是英伦的第一天团，可以说是那个披头士之后的英伦第一天团，Oasis，记住了这名字啊，就是绿洲啊，沙漠中的绿洲的意思。还有其他的乐队呢？比讲几个比较有名的了有一队叫 Blur 迷糊，Blur 他们拍的手啊。The boys and the boys and the girls and the boys and the girls，哇，很有趣的这个 Blur，还有另外一对，哇，厉害了，这个叫做石头玫瑰，The Stone Roses，The Stone Roses 是神曲啊，有一首神曲啊，开始听的时候呢，我还以为听成什么，我要当一条狗狗，I wanna be a dog，我以为是 I wanna be a dog，你知道吗？不是。这首歌歌名是 "I wanna be adored"，adore，adore 就是我要被仰慕，被人仰慕，尤其是被你仰慕啊！我的爱人被你仰慕。OK，I wanna be adored，you adore me，你仰慕我，you adore me，adore 是仰慕啊，I wanna be adored 就是我要被仰慕啊！我们也该说 "I wanna be loved"，我要被爱。对不对？I wanna be popular，我要出名。I wanna be famous，famous popular 是形容词了哈。OK，这个 Stone Roses 也是有很多首歌哈，那个非常非常好听的一支乐队哈。还有一对啊，最近这个啊，我收了这个，最近才收了他们的歌啊，就是他们的 MP3 啊，因为你知道视频是很大的，你知道吗？视频一个视频啊。说一首歌剪辑4分钟，对不对？可能会达到30个 MB 啊，很大的啊。如果只收他们的音啊，化成 MP 由 MP4 化成 MP3 的话，
大概可能就五个吧，五个 megabytes。你看由30减到5，是不是你可以省了？你可以省了一首歌，你可以省了25个 MB 啊，为你的手机节省空间了。啊，这个叫做史密夫乐团啊 ，The Smiths， 他的男主音叫哈、啊、很奇怪，叫他名叫 Morrissey， 不是很奇怪的 Morrissey， 他有一首歌很搞怪的，他的歌都很搞怪的，你知道吗？最近我在重看他的歌，我觉得他歌很搞怪的啊，有一首歌名叫做 You're the One for Me， Fatty， You're the One， 哒哒哒哒哒哒 ，You're the One for Me， Fatty， 什么就是。胖妞啊，你这是我的爱人 ，You're the one for me， 你是我是我的人，我的意中人 ，Fatty 就是胖妞，好像杨贵妃这样的胖妞。还有一首歌哈，啊，就是We hate it when our friends become successful， 酸啊，非常酸溜溜的心情啊，就是我们的朋友成功了，我们很讨厌，我们不喜欢这种感觉啊。还有一首歌哈。哎呀，我不太记得他这歌名是很有趣的，叫什么？America is not the number one country， 好像上 some like that， 好像这样的。就是他的歌，这个 Morrissey 的歌是很接地气，就对了，就是很接地气啊，而且又唱得很好听哦，啊，对不对？还有几个女的就不太清楚有哪几个女的就是 indie bands 有的啊，我因为通常都是男的，我搞这些另一类歌曲的，你不能跟我说啊 Spice Girls 吧， Spice Girls 是他们唱什么，他们唱 pop songs 啊，唱流行歌的啊，所以你问我 OK 那些女团啊，另一类女团，英国另一类女团，我真的是无法奉告了啊，所以就是这些了啊。因为受了一两个朋友，他们也是很喜欢听这些歌的嘛，我们念设计的嘛，对不对？就是喜欢这种另一类的嘛，比较另一类，他们比较喜欢另一类的、啊、我就受他们影响，一直听到现在啊，还在不断的收他们的歌，把他们歌放在这个啊，这个Apple A3S 里面啊，主要就放在那个 micro SD card 里面，那个64个 megabytes 的 micro SD card 里面，现在只剩下刚刚才放了大概一个800多个 MB 的啊，那些啊，因为最近我出去也没有地方做了，没有什么店都没有开了啊，就累积了一大堆的歌啊，放进去吧，对不对？有时候我的电脑不好使了，慢了，老了哈，所以那个没有那个推力没那么强了哈。所以有时候当我要做啊，比如说我要寄那个 email 发 email 的时候呢，我就不能开那个 YouTube 的视频来看了，所以我就把歌啊一些节目啊时事节目放进手机里面哈、啊，发视频的时候呢就用手机来看听歌看视频，哎，所以非常感谢啊，这个啊中国的手机真的啊中国的手机哈、啊。随便说说吧，有个叫 Techno 的，在非洲里面，传音对了，传音啊，啊，总公司啊，所有的总公司，几乎所有中国的手机的总公司都在深圳啊，那个什么善啊，那个啊，他们的东西都集中在深圳这个城市，那个传音啊，传音啊，比那个小米的价格来得更便宜。好啦，这次说我们说的是。是啊，英伦风的英语歌曲了。OK， 现在好了，要分享的都分享的差不多了，七七八八了。哎 ，OK， 谢谢大家收看 ，Graz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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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